好强的破坏力！变身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，在这颗星球上，捷德奥特曼只能变身大约三分钟，要经过20个小时才能够再次变身。那可不要变成小弟弟太呀！快想想办法呀，熊大！快想想办法呀！不行，人们有危险，我要想办法救他们。那种放射光子能源吧？想怎么放啊？这个你应该知道怎么做。我怎么可能知道？我好像想起来了。